妈，吃了俩早上5点钟就出去了，上虎林学车。完了呢，天也冷啊，我等他回来的时候给他上暖乎的。你看看我会不会烧啊？他有点不放心，让他担心哈。哎呀，能端的，哎呀，拉倒吧，你出去吧，搓呗行。你那会儿真成废物了啊？我有那么废物吗？没有，你可厉害了，这么多。我要是让我爸看见，让你，那我不又犯错误了吗？你看，我给你点炉子啊，等烧烧完了，然后把这个踩，最后放这里，再放煤，就烧炉子了。看看我爸不在家，这不也点着了？哦，哎呀，别见面了，哎呀，我见面了。啊，学咋样？我看下表情就知道了。上午练的好，下午不行。下午行，然后有一个就是那个侧方位倒车，侧方位停车，啊、停车那个也挺好，就是出了些转向灯打晚了。哎上午不行，上午啥的练的不好。上了几次车？一天上了2次，上午就下啊，人多呀，人太多了。我爸从早上5点录到晚上5点，明天还要练吗？练呐，行，好呀。哎，昨天练的好。哎，昨天一天练的真好。他那玩意儿，我跟你讲吧，他就是个感觉。要不我总结了一下哈。嗯。只要你上午去上车练得好，哎呀，心情就特别的好，你有这个感觉啊。你还昨天下午又练得好，再一个你教练再一夸你，这家伙他更有信心了。我爸就是属于得被夸的那种。你人大概都教完你了，都让你自己练了。那人家是老二告诉我回来，这个美呀、啊，真的，洗喝几天？你像我们这样的，按完尿吧，说那个双腿不要车的，双脚夸一抬，车咯噔往前一下，搁往上走。人家哈没感觉、啊，车上。也毕竟人开多长时间车呢？哎，我说老二，我说你真。哎，你看我爸原来小的时候天天在那说我挺老实话，你看老师这一夸他，你看他挺可怜。侧牙，你说你记不记得？第二天学科二的时候，然后那小脸啷当的，哎呦我天哪！你看这两天老师一夸，教练一夸的，看啊，就跟那学生似的，被老师表扬了。得被夸，你干活啊啥都得夸着来，你看看这表情，你看。美不滋滋的，还科二没过就这么美啊！啊，你记住人家教练告诉那些那个要领，咱你就按着那个，把你抽了。吃鸡蛋，你今天考试也过啊？啊，没学好还有。不要紧点啊，我给你泡点汤嘛。不行，他们能晚上拿驾证先，我安排你们吃饭。那人家在那学，不管谁在那开车，我都跟着走。跟个大彪似的，看人家什么样。他要是评优秀学员，你是最认真的，是不是？那没有。现在老师还是喜欢听话的孩子吧？不是，还是岁数大有关系。那我们那一方那一个那些学员里边哈、啊，还有一个比我岁数还大的，大好几岁，我俩差到哪去？我比他们强点。啥意思吧？年轻的都两个年轻的，不教一个呢吗？老的那的，这回真看着自己笨了。那俩还说我姑娘，哎，我爸那时候熊哭我两回儿，我开车。你也说过，你别在那光说我爸，你还在那说驾驶证咋考下来的？这马路杀手。是那时候做事挺大的。我2017年考下来的证，2019年才碰车呀，两年没碰过。这帮人哪个不怕我姑娘开车？哎呦！哎，反正老二今天他孙叔讲的，哎呀，你家姑娘开车确实好，还在那个个高那个。哎，望着你行哭行，咱俩谁行的厉害？哎呀，到现在我的车技都是我爸教出来的。师傅，这回到时候谁是师傅？我是师傅了。是不是该我是师傅了？曾经是谁是师傅？我爸，只要是耐住性子，好好学就行，比啥都强。倒车入库、侧方位停车、坡起、S 弯，你觉得哪个最简单？坡
我觉得那什么，就是倒车入库还有坡起是最简单的。